脊背挺直站好，开始练习前吸气，双手平举，身体向后仰成拱形，头部放松向后仰，将双手放在地板上，依次用手抓住同侧的脚踝，伸直双腿，保持这个姿势30秒，保持最后姿势时正常呼吸，慢慢地回到起始姿势。在练习完该体式之后，应该做一个前屈体式进行调节。